体验节目录制，基隆商工资讯科学子展现搜集整理的区块链大数据。在当今数字时代，大数据不仅仅是一个流行词语，而且已经成为塑造商业科技和社会的力量。云端计算，云端计算是当今数位时代重要的技术革命，它让现在的科技多了更多资源及其他的应用。物联网等资讯议题，物联网将现实社会数位化，应用范围十分广泛。首度体验节目录制，中嘉宽平吉隆善尽社会责任，以口语表达的角度切入，让学子在体验节目录制时更能从容自在。当主持人真的很不简单，要背稿又要看镜头，然后如果来宾有忘词，你还要接他那个稿的意思。第一次坐上台，孩子们有备而来，从找资料、讨论，甚至面对镜头都事先模拟，进而在摄影棚时能够清楚表达自己的观点，比较懂得要怎么用比较好的讲话方式来跟学业上面还是未来在工作方面会比较好一点。在节目上要自信地表达出自己想要讲的东西。参访电视台，除了让学生了解媒体制作的流程，也希望他们能借此机会挑战自己。新闻直播的一个体验活动，那小孩子他们拿到主题之后呢，就会先从网络上搜寻，跟资讯有关的世界潮流。他从找寻资料，然后拟稿，面对镜头的练习，然后并且做一些口条的一个临场反应，或者是面对镜头应该有的仪态。也很谢谢吉隆电视台这边呢，给我们这个机会，让他们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上电视台的机会。近年来资讯科发展快速，学生也展现自主学习的能力，跟上时代潮流。东家学院上，记者蔡小军，吉隆报道。